我是最帅的哥哥，我才是最帅的哥哥，我长得比你长得帅，我的眼比你的大，我比你白，我比你高，我是最帅小哥哥，我是最帅的，我是最帅的，我最帅的，我最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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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你俩别争了。婉婉，你说俺俩谁是最帅的？我不知道咋说。啥不知道咋说？该咋说咋说。要不然你仨投票，谁的票最多，谁就是最帅哥哥。那管吧，我先投啊。怕呀，你的奥特曼勋章投给谁？我要把奥特曼勋章投给俺表弟狗蛋。看见没？我已没奥特曼勋章了，谢谢表姐。切，你是他表姐的，你肯定投他。不是因为这，是因为……正好吃的香得很。真香。怕呀？干啥呀，东东？我这个早上来没吃饭，现在有点饿。你饿你不想吃饭呀？你找我弄啥？俺家没人，你几个叫我吃啥？没有啊，一个空袋子。东东你咋这样啊？东东咋这样啊？我的鸡腿刚咬两口。表姐，你哭啥来？我刚买了鸡腿吃两口，东东给我抢走了。不都是个鸡腿吗？哭啥？我叫我的给你。狗蛋你真好。没事表姐，走吧，咱回家。啊，就因为这吗？那跟我长相也没关系啊。东东，最帅哥哥根本都不是按长相来的，是按人品来评的。我投好了，你俩谁投？我俩投吧。哎，小陈，投给我，投我。我的奥特曼勋章投给东东。哎，我也有一个奥特曼勋章了。因为啥不投给我？是因为你俩是好朋友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东东。豆豆，你别哭了，关关豆豆。别哭了，这咋弄啊？大娘咱还不回来，别哭了，我说不让你咋了小姐，豆豆给他哭啥了？他刚才玩他的滑板车嘞，不小心摔倒了，给他哭嘞，我哄不好他了都。哎，看我的吧，豆豆，走，我教你玩滑板车耶。没用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一会儿就教会你。好，走，咱走，我教你哈，我教你怎么滑，看我。豆豆这儿，咱上那边滑一道。我都没哄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确实应该投给他。嘿嘿，现在咱俩一人一枚勋章了。该我投了。黄娃，你投给谁？我也不知道应该投给谁。但是你这一票很关键呀，你要是投出来了，就知道俺俩谁是最帅哥哥了。没错，黄娃你投吧。评最帅哥哥不能光看你们的外表和人品，我觉得智商也重要。啊，我平时都是考八分，我只考七分。那我给你出个简单的，是小学二年级的题：三人三天吃三个苹果，九人九天吃了几个苹果？三人三天吃三个，九人九天肯定是九个呀。不对不对，我感觉是八十一个。九个，八十一个，九个，八十一个，九个，八十一个，九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评最帅哥哥吧。选东东的扣一，选狗蛋的扣二。